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千之哥。那么我最近呢，还是经常玩这个瓦罗兰特的。然后我应该是前两天吧，然后逛那个 YouTube， 看到他这个出了一个特别牛逼的皮肤，我觉得有那个 CF 火麒麟的味儿了。先给大家放一下这个特别帅的宣传片。然后呢，我看这个游戏里面收藏界面也有，然后我就先带大家提前看一下这个这个皮肤系列，开镜都不一样了。我感觉他这个皮肤设计的不科学啊，你看就完全没把我这个吊坠放在眼里，就动画。哇，有一点可爱啊，他把这个弹夹给抱过来了。终结特效特别帅。然后它是有不同的配色类型的，然后这个是也是火龙嘛，然后水龙，这个不知道了。暴徒是这个样子的，他这个吊饰完全看不出来啊，就藏在这个肚子里面了，有点难受。狂士，这个枪有，哦，这儿，这个是这样的，哦，还蛮帅。终结特效，终结特效应该是一样的。但是说实话还是有点花里胡哨了，作为一个枪战的游戏，然后搞成这样，有点那种玄幻色彩。这个枪没有，主要看一下这个狙，他那个狙应该是挺帅的。哇哦，这个砰的一下，这个打击感，我你们喜不喜欢？如果喜欢的话啊，把这个喜欢打在公屏上，如果不喜欢的话，打一下不喜欢，我看看统计一下大家对这款系列皮肤的这个看法怎么样。啊，终结特效是一样的，终结特效还是一样的。啊，弹幕这个哎还挺好，这个还能看到吊坠，刚那个暴徒看不到吊坠可太难受了。可以，很帅，我爱了，好吧。再看一下这个枪的细节，那接下来也会更新很多关于瓦罗兰特的内容啊。如果喜欢千之哥，可以点一下关注啊，顺便给一点三连吧，求求了，谢谢。